小情况，有很严重的情况啊！唐官，你就跟着等我啊，别动啊！怎么了？出事了！那谁呢？哎，你干啥呢？搁在这儿，赶紧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拎个破箱子干什么玩意儿？你搁那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呦，俩美女，快快快快快！有钥匙，钥匙，快快快快！大家以圆柱形来向我靠拢。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那失忆男的日记本。哎呦，谁让你看他的日记本？就没品。不是，你们就不想听听他里面写的啥吗？他爱写什么写什么呗，我又不关心。那我给你们念念啊，听好了啊，这第一篇，8月20日晴，今天我没登上去往，啊不对，今天我没登上去往 Z 星球最后一趟航班。好消息呢是我有还有六个人和我一样没赶上，坏消息是我被其中一个砸失忆了。呀，那是我们家惊讶呢。还有呢，既然我们已经滞留在地球上了，成为地球上最后一批人类，不如我们就将经历的历史记录下来，这就是人类在地球上最后的历史。他的野心倒挺大的嘛。是啊。哥，你还那位没有在步行街留下脚印耿耿于怀吗？我觉得这可比全球巡演的曝光率大多了啊。嗯，来赶紧。这六个人中，白玲珑是个水电工，我们的电都是他给接的。嗯，论技术他还是有两下子，雕虫小技，论人品就一般了。哎呀，说的太好了。啥呀？我是不是还有两下子？看看看看。哎呀，骆小溪，女，公司高管，对人颐指气使，趾高气昂，指指点点，自称26岁，但看着不像。那可能是怎么的？我最近疏忽了点保养。漂亮，哎呀，笑啥呀你啊？来我念。那个，阿振，看这个啊，8月7日，多云。杜阿傩今天给张静亚打绷带，把人绑得跟粽子似的。一个医学女博士，怎么像个厨子呢？什么呀？我可能是太长时间没绑了。这我念一个。他说谁呀、啊？哎，8月9号，晴。见过坑队友，没见过这么坑队友。今天张静。带我去挖坑，把我和他都放坑里。这个事我只能表示非常悲痛。来吧，我看看怎么写我的啊。哎，这儿呢。8月4号，晴。今天是见识到偶像。怎么会有这么懒的人？什么都不会，就知道压榨助理。没有，我更没有压榨我，这都是我该做的。自从跟他住了一间房，我一直有一句话想对他的粉丝说：你们的偶像睡觉打呼噜，声还特别大。倒是说的挺客观的，我每天晚上在卧室都能听到。可不嘛，我刚进这屋住的时候，我说，咱这屋进来熊呢。我说你们几个人？哎，不，我觉得哈，这个他写这个呢，完全是他的个人观点哈。嗯，对。这要是让不认识的人看到了，那还不以为，哎，是不是还有俏俏的没念？对呀，对对对对，我的就不用了吧？我觉得不行不行，必须不行，谁都念了，别人你叫你不念，不行，念念念念念念。有没有翘翘？肯定有。有吗？看看啊，有。8月7日，翘翘主动承担了唐欢的洗衣工作。嗯，他勤劳善良，真是太美了。8月8日，翘翘独自打扫房间，他任劳任怨，真是太美了。8月9日，翘翘什么都没干，她真是太美了。啊！这根本就不
是一个文风吗？你们别那么看着我，我也不想这样。